一般的明星我都几乎不记名。全军出击！我们打把瑞文，上来直接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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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 A，怎么有点憨呢？这瑞文，兔女郎，皮肤不错，我喜欢兔女郎，我还没见过兔女郎。回家。来个耀光。晚点过年给你们整个节目吧。跳个舞吧。最近我学一学舞蹈。这不能打啊，他三级，我们二级。我要穿兔女郎，兔女郎就算了嘛，兔女郎。我可以再给你整点别的。一 A，扣一下。扣一下，一 A。W A 接也敢扣，现在是2:28，4点吧，4点我们去峡谷打两把，看看最近峡谷的环境怎么样。A，这猴的 E 技能蓄太低了，还有点炎啊，但这波呢？他指定得上头，我跟你们说，先抠他一下，来让他上头，让他以为我们没有蓝，吃个药跟我打 A 抠，吃个小饼干 E A 死，呀，致命点呀！这波 W 没用出来，有点伤啊，有点伤，有点伤。哎，我应该买个皮还好了。
怎么刚好一技能好了呢？我寻我杀他应该不用放点盐的。没想到一技能好了，有点难受啊。拿了全队的人头，哎，没关系，这把对面阵容不好，打是随便打的。抠一下死了 ，A 一下。一 A 转起来 ，W A 接 Q 再转。他并不知道我们这波能升，知道吗？指定他得上来补刀，然后上来补刀那一瞬间，我一升，他指定得一走，他一走他就死。他一我一，又降补，挨降补。这把我比较怕什么呢？我比较怕这维恩和泰坦。哎，维恩我不怕，我怕泰坦主要是。维恩我们倒不怕。再见。哎，我小饼干吃了呀！我饼干摁了，咋没好使呢？这人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卡 bug 了吗？这。我吃小饼干接 W 呢，我走，他追不上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死一次。并且超神，啊，并且超神应该还是可以的。把摄像头往上一点，要不然看不见我的发型了。补完车把他杀了，直接一颗瓦让他踩 ，AW 接转，平A 再 A 一下，一血没了，一血塔没了。打绿本就怕我们一上去那一瞬间他啪嚓一个踩，然后他一走，这就比较难打了。让小兵都没来波，瞎人诛心。擦眼儿。抠一下，压他 E，A 一下，再 A，A 一 A W A 接双 Q 平 A 闪现 A， 再 A 一刀吃药，走呗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别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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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恶啊，简直可恶，这破败之王福耶格。这福耶格，你真的惹怒了我福耶格。杀，直接熬。
一路打一 A 抽平 A A 接 W A 接双 Q， 没事啊。他把这个马尔扎哈杀了，马尔扎哈不值钱，然后永恩是900块钱，我们直接起飞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理财，这叫理财，我操，可以啊。哎呦我福耶格 AQE 转起来，福耶格 AGR 转起来，福耶格拼 A 接 Q 再 A 一下，不能让马尔扎哈值钱。福耶格七级打我猴，悟空理财，悟空理财稳赚不赔，稳定发财。这不大招啊，你看这大招有用了吧，刚才这大招要是直接拿来救他的话，这波双杀是不是没了？你在往哪里走？开动物，他挺狂啊啊，他可挺狂啊！你给我回头来，你回头，哼，我操！我不上你的当，我不越，他有那啥，他有狂风之力。漂亮，回血！哎呦我马尔扎哈，这个大招可以啊，马尔扎哈。对不起，我曾经没有用大招来救你。在刚才那一刻，我明白了。确实是不应该救。这福耶格把他杀了，拜拜。打个蓝 buff。小龙呀，我们家少个人呢，我天哪，我才发现啊，为啥少个人呢？那我得好好玩了，那这不好好玩好像是不行了。哇，日女把龙抢了，漂亮啊，日女给我杀！永恩要来了 ，Q 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A 一下，打破溜，接双 Q，A 接 E， 这把我得出个反甲。我们得确保自己非常幼的同时，并且还有很高的虚区。一个海妖为因，算了，把我 E 给我断了。一个海妖为因和一个瑞文，这不行啊！这谁给我套的点盐呢？我操！
迁坟了。其实我们不应该放闪现的，刚才这波不放闪现好了，不放闪现我还能省一个。来一波闪件，我们需要一个小反甲。你这位兄弟，你要是不玩吧，你可以挂机，你别老拿资源呢，这就有点膈应人了啊！你女儿有闪现吗？往这儿走来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全死。HOEA。我不禁要感叹一句：“你没有马。”哎呦，我胡耶格！这蓝枪就是什么呢？哼！哎呀，骡子和驴都能叫啊，就你马离谱。他不好好玩，他还不让别人玩，那讨厌呢。中推，中团我无敌了。给我大，好定，好定，扣一下，平 A， 一扣转起来 ，W A， 接扣再转，先杀这福耶格吧，我们杀永恩来，来福耶格，来瑞文，这瑞文挺能跑啊。别跑啊！干不挺爽的吗？跑什么玩意儿呢？别跑了，都别跑！你给我死！我能推了，去打个蓝 buff 吧。那瑞文闪现跑了，挺烦人的。俺们说好的一直干，他却跑了。把峡谷打了，打条小龙，来来来。能跑得这么快吗？一 A 八八六 A 接 Q 接平 A 接平 A 接平 A，Q 我要死了啊！我要死啊！这是上去干吧，这就一直干，谁也别害怕，就干。放个峡谷先锋，你最后给我创一头高地，创一头基地就完事儿，最后创一头啊就完事儿，赶紧拿下。
对面主要就全 AD， 那维恩又没人保，你知道吧？